兄弟们，现在是凌晨四点，前两天白天戏没拍完，今天通知接戏。现在已经6:40了，这人是真多呀，今天。这个组保密措施做得太好了，有现场手机掏都不给掏，必须潜逃一下。应该没事，兄弟们，早上呢我们跟他溜达了一下，然后就回休息去了，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外面都集合了，我再看一看。啥情况？收工了，收工了。兄弟，啥情况？好像是要收工了，但是我们护卫不知道，转正常。都收啊？吗？哎，我靠，都没用啊！收工，收工。不知道啥情况，说收就收了。哎，我这个人其实，哎，就是这种白嫖行为。很讨厌，我还没发挥我的真正用途呢，气死我了！你得装，装老子打死你！但是身体是实诚的，赶紧脱吧，再不脱盒饭都抢不着了。兄弟们，今天这次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啥都没干，先来吃饭。猪蹄炖土豆。天太热了，今天35度，大太阳晒，还好今天我没被晒着。这车不等人呀，赶紧吃，吃完就拆楼道。兄弟们，打完收工，今天盒饭煎不出呀。